东北夫妻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，在安省能源公司一做就是20年。5年前购买农场，自创红酒品牌 ，IT 技术总监兼职酒庄庄主，在葡萄园里构思软件代码，立足小镇却又放眼中国市场，白旭不一样的人生故事。城市电视星期五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新风采是由新民航、深融燕窝药材行赞助播出。